羊蹄儿啊。家人们，来个大猪蹄子啊！这是我做的大猪蹄子，来，我尝一下，你看看我做的行不行吧？行，嘎嘎香！哎妈，这一个，我要吃这个的，哇，这一整个的，对，哎、我一会儿非得搞个一口钱，老铁，哎呀，我去这，我的娘，软糯呀，哥，软糯吗？嗯，好吃，大猪蹄子，老铁，哎呀，哎呦我，香香吗？嗯，哎呀，哎呦我去。这个猪蹄子老铁，我是中间劈开做的，更入味儿，非常嫩。再来一口，来，哎妈，这块这口心，我去，哎呀，我靠，太香了！我去，哎呀，我来吧，不是直播录段子的，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录段子的，哎呀，哎呀，就这样吃过瘾，哥，你慢点，你把头踩掉了，我靠，哎呀，我去，来来，哎呀，我去，哎呦我，我靠，你这，我，你这二十秒吃一个，太香了，哎妈，太香了。哎呀，什么还真干净，怎么真快呀、啊？不行，我来一个，你给我留一个。哎呀，你给我留一半。哎妈，你拿老铁，不拿。没。嗯。哎呀。太香了吧，哥。干吗？真香。哎呀，美颜都掉了，哥，你打我了你。啊啊、哎。这样。咱们。朋友们，羊驼连环之子交给来，
尝尝吃。八爪鱼刺身，吸住，动一动，动一动，动一动。下面聊着呢。煮熟了是吧？这个下两块大骨头。哎呀！哎呀妈呀！啊，真是那个，吃这个大猪蹄子，软烂头骨的大猪蹄子。尽头
来个牛，不对，来个牛骨髓。哎，我先来一个，我先来。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上头啊！我就爱吃这玩意儿。好，我去，香香不？再来一个。哎妈，我也得吃一个，我来一个。哎，哇，这老大老铁，这是真骨髓。哎呦，我去，再来一个。这个东西啊，哎呀，没法说，这东西真没法说。完了，我再一个。哎，这味道真好，香甜吗？这是姐姐烤的，不上手。这是姐姐烤的好吃，姐姐炸一下烤一下，哎呀，真香，是吧？哎呦，这味儿真好。要不说这个东西做好了好吃，做不好的话腻。哎呀妈！哦，香，好吃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好吃。谁骗你了？好吃。来，哎呦我去，我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正好。这个怎么弄的？拿下。你不吃吧？这得用勺子割、啊。勺子，你拿那勺子有点大，放不进去。你看，没事，这样，姑娘、哎，这样吃老好。哎呦我去！那、你也挺会吃啊！哎呦我去，真香啊这！我去，哎呀我靠！再来一个啊！这是正儿八经的牛骨髓，老铁。哎呀！哎呀我去，真过瘾，真过瘾！最后一个，来看。哎呀，哎呦我去！嗯，今天吃鸡头肉配火鸡面，来了，辣椒面。哇，我这个辣椒面上的很。今天五大郎接着上线。小米辣，来！看一下，昨天我看有人说这个，我这个小米辣是那个番茄碎，你们看一下是不是啊？再来一碗，把我整笑了，我操！还有最后啊，灵魂汁汁辣椒油，来，搞定了！哇，这个刚炼的肯定有点烫，哇、哦，哇塞，哇塞，哇，怎么可能？火鸡面啊，爆了！一口说上。这个是咸肉，老香。是我给它拆了，这样。
零卷蛋，来个灵魂小肉汁，哇，来个小葱花，小葱花，哇，再来点小芝麻，小芝麻，先尝一个蛋怎么样？哇，哇，让你不老实，哇。嗯，哇，哎，啊，太香了，红烧大鸡头，公鸡头，好冷啊！
烧香。我再拆了，这样。今天来点花朵，养花朵，再来给它养土啊。花朵，就这样。还没了。眼睛。大块五花肉，这块大哈。什么？这肉吃的实在。这大肉老香了。
超级过瘾。大鸡头啊，伙伴们啊，看半截老胖了，但这个稍微小一点的，嘎嘎好吃啊！嘎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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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说咋不敢？他们骂我这态度，不敢拿了，9块9小盆，他们都骂我。这个虽然不是笨鸡，但是能吃出真正的就是那个大里边小鸡的味儿，可香了。我做的麻辣的，用那个人人会的辣酱做的。快手小店有新订单了。哎呀妈！这一口香拽了。炖的黏糊糊的，还行。肘子，鳗鱼。今天吃五花肉，哎呀，哎呦，一会儿就上头啊，香迷糊了，
热汤。有没有喜欢吃肥肉的姐妹们？嗯，软软糯糯的，糯香糯香的。烟熏那猪头肉最肥的那块，特别香，给你追求嚼劲。太热了，太香太优秀了，好吃。好久不见，今天吃了200斤。
鲫鱼。两块肉。